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此地。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。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间，当然他要受轮回果报，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六道轮回是他的家。如果为众生活着的，一切为众生，六道跟他就不相干。所以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啊，把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。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，就能看到啊。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，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如何呢？啊，有没有犯这个物呢？所以冷静想一想啊，自己就明白了。我们是轮回中人，还是真的所谓呀、啊、极乐世界的人？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，到这个轮回里面来是帮助别人的啊，所谓是救度一切众生。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啊。世间人谈爱，我们是谁啊？世间人要好的，我们要不好的啊？样样东西你们不要的，我来要；你们要的，尽量的供养你们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的衣服要粪扫衣。什么叫粪扫衣？人家穿破旧的衣服不要，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，出家人把它捡起来，哎，里面还可以用的这一块的布剪下来裁下来，拼拼凑凑这样缝一件衣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家人这个皮衣一块一块的，那块是到处捡来的啊，因此这个质料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啊，穿起来很难看，必须重新染一染啊，这叫染色衣。这是世尊啊，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，教化世人啊，啊，这一个恶的习气才能够断绝。以私非公啊，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方便，不顾大众。自己多一分方便，大众就受一分损害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。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，我们是学佛，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呢？再就当凡夫。如果要愿意学佛，要做佛，众生第一，一切为众生，学其为人，活在世间都是为众生。一定要读经，要解义，要依教奉行啊，在生活当中去修啊，离开生活
没有地方修行的。修行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把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修正过来，叫修行啊。诸佛如来所表现的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最完美的德行，没有一丝毫缺陷的。我们凡夫没有见性，没有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啊。学佛菩萨我们要记住，不是跟那个人学，他的行为是自信自然的流露，我们跟他学就是我们自信的流露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佛法绝不是说牵着鼻子跟他走啊，不是的，那个错误了啊，是他见性了，我们没有见性，我们学他这个模样自己会见性，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见解，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，听从佛的教诲，这叫皈依呀。啊，从哪里皈依？自己要晓得。啊，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皈依，依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我们初学佛，没有见性。一定要用这个方法。